同学们、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，我是高师大的简佑元弟兄。从小我就在教会中有很多的同伴，我这群同伴总是会常来在一起，一起读经，一起聊天啊，也会为彼此的难处而需要祷告。等到了我国三的时候，我因为想要好好准备考试，开始不怎么去聚会，而渐渐的很少和同伴们联络。但他们却没有忘记我，每周仍然会关心我，尽管我都会故意不接他们的电话，甚至找理由不去聚会。那时候甚至会找一些很荒唐的理由，什么肚子痛啊、睡过头等等之类的话来搪塞他们。但我能见证，他们对我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后来我重新回到教会时，这群同伴看到我，并没有什么指责我或亏我，他们只因我的回来而感到了喜乐。路加福音15章24节。因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感谢主，借着来到教会，给我这些那么爱我的同伴，使我在国三的黑暗的一年里，仍然在教会中得到神的爱，得到弟兄姊妹的爱。同学们，你们也渴慕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吗？在教会中，处处都有这样的爱，因为神爱我们，寻找我们，使我们能彼此相爱，做同伴。所以不要再等待了，快来到父神的家里，享受这爱吧。